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侠厝》。不是阿妹在带，哪会变你在带？阿妹吼，就在灶脚无闲试试。啊，我就想讲，我闲闲的，啊，带囡仔来读书吼，顺便散步运动一下啦。喏，小弟，啊，你是安怎样？哪会面色无讲真好看？人家可是建昌无转来，甲建昌冤家是？好啦，你若不爱讲，就莫讲啦。哦，你安尼，逐天为着建昌踮咧操烦，无好好食，无好好睏，安尼说身体是会拍歹去。啊，无安尼啦，小等我转来时阵吼，顺便踮咧街口买一寡补品。伊毋是要带因去读书，紧去啦。好啦，志忠志玲，啊，恁要去读书，拄仔甲阿母讲啥？紧去啦。好啦，好啦。来，你的猪毛蛋，看你现在想等。阿明，你无来找你嘅，你带这款镜头，你家己走出来，你会死，你知唔？好呀，我若是继续甲你拖你，那是我死，你嘛会死。我要来死，我好好伫咧啊。好呀，我这个病是会讲话啦。但是啥物人讲会讲话啦？先生伊也无安尼讲啊啦。啊，就算讲会讲话啦。我有你话着，我嘛是心甘情愿啦。阿侯爷，我已经是无希望，你一定爱我落去，替我好好照顾面孔。啊，是啥物人讲无希望？只要有一口气存在，就有希望。以后代志吼，你免烦恼啦，我会来处理。行，咱来转，咱来转，行。阿侯爷，咱行，来转啦。先等下休困，较要紧。行行。啊，你两个讲是马上头家，搁头家娘。哎呦，啊头家娘是安怎性？啊，伊着歹运哦，去带着马拉利亚啦。啊，你唔通惊我来哦。啊，若无叫话着吼，我着歹势啊。我话着，哈，当嘛好啊。当我食遮济遐，我咧惊人话啊。迄头家娘吼，看迄人足艰苦的款啦，佫行行无外远啦。安尼啦，我厝倒伫头前尔，先出来我厝休困，再佫拍算啦。安尼咁好，唔要紧啦，先出来休困啦，紧啦。安多谢你吼，多谢，多谢，多谢。来，文玲，来来来，来。到好啦，起来。哎，房间底下。好好好。来来来。进进。哎，文玲，你今晚写文案多哈？光，我光来杯米杯，米杯来，米杯来。不要，你有考好无？有考好无？这个，我上，你怎么有米杯无？有啦，我过来遐。好，麻烦你，麻烦你。不了，你今晚啥物都拢免烦恼，好好谈只情用，代志我会用，我会处理，吼。米罐的代志哦，你别乱了啦，我来做来坐啦，哦。
来了，你就别来啊！来来来，快快快，干干干！我靠！啊！多谢你，说什么多谢啦？你好好休困啦哈，好好休困。对啦，我说，啊，恁到我伫倒啊？要送啥？啊，伊都规工无食哦，我是讲要来滚一下面好食嘞啦。滚梅啊！嘿啊！我来滚就好啊啦。我来，我来跟你斗三工啦。免啦免啦，你踮遮好好顾恁某啦，我来做就好啊，灶卡代志我来就好。哦，无则麻烦你来。袂啦。恁两个在创啊？哎，这位大哥，这是阮家，阮家袂当入去哦。袂使。啥那袂使？你敢无看后边红条？红条？这是啥物意思哈、啊？就是恁家去用查封去啊，任何人拢袂使入去。查封？阿姨，那伊后边住啊，咱袂住到。肉站若即摆嘛袂当开啊，门市的情形到底安怎，我嘛唔知影。阿姨，阮阿姨家就是去倒啦。我哪知影去倒啦？咱去找伊好无？找？是要去倒位找？我连厝都袂回去啊，咱又是要安怎啦？袂安怎？尚知影要安怎啦？你两个想要食肉粽是？这摊肉粽唔通食啦，迄头家娘着马拉利亚吼，会传染人啦。谁讲会传染？啊，囡仔人拢唔捌啦。我讲袂传染，就是袂传染啦。啊，要食出来你食啦，你若咧讲袂听。阿姨，阮阿姨会袂袂传染着无？别管，袂啦，阮阿姨的病袂传染啦。我就是我阿姨，你搁知影转来啦？你把这当作什么所在啊？女侠，欢喜就转来，无欢喜就不爱转来。规气啊，咱把话讲好清楚啦，莫让我逐天咧等你转来。等我倒转，我无叫你等我倒转来。你是陈家的头家娘呢？你莫把家己当作是下骹手人，讲到遐尔委屈好无？你，李嫂，你讲好清楚，你啥物啊？这是啥？你是看无了？你上过分啊！厝内底有某你不爱讲，你去外口甲我找查某，你甲讲好清楚，你甲讲好清楚诶！找查某是安怎？外口的查某会甲我塞奶啦，伊袂对我歹声扫啦。啊你咧？我甲你讲啦，只要我有钱吼，外口的查某就好我甲我伺候啦。我叫伊往东，伊唔敢往西啦。当家的头家娘，啊你嘞？你小过分了，你小过分了！提醒，你来找啥？我来找镇长。哦，建昌哦，不是找淑珍哦。我迄天看到你甲淑珍在讲话，我了解讲你是淑珍的朋友。哦，不是不是，我是镇长上场的朋友，今仔日来找讲淡薄仔生意。讲生意啊？无我带你入来去。多谢。陈建昌，你敢讲？你敢要出去外口去出去找查某啊？遐是我的代志，你无需要管。先生，请坐。你别管啦。你敢讲嘞？你干嘛去饮酒？靠山。你啊，小丁啊，这位先生哦，伊讲今仔日是要来找建昌啦，所以我唔才甲带你来。你头壳歹去笑？我现在的人，我袂甲带你来哦。你先落去啦。哦，阿姨，
阿姨，你，切，柯三，真拄好，我拄好要找你尔，行，咱出來。哎，无喏，金三，我头一届来恁家，恁就甲我介绍一个。哦，这个一定是你占领的水某其中一个吼。外口人讲了无唔对，素华真生作真水，金三，你真有福气呢，一看就知影素华是真贤惠查某人。绝对是你讲同来迄个料，你那我感情一定真好。建昌啊，叶尚，你哪会识识？伊哦，伊是我上好的朋友。上好的朋友，一定是你。建昌一定识识你了啊！唔知大刚去啉烧酒，啊，佫会找查某，你有甚物企图哈？嫂啊，我免有甚物企图啦，我只是看建昌心情无佮人好。带伊去娱乐一下尔，你就莫想遮济。是啦，我去外口创啥？我要去地，迄是我的代志，甲靠上一点仔关系都拢无啦。你莫乌白乌拉人啊！我甲你警告，甲阮翁哦，莫惊伤我，而且阮家嘛无欢迎你这种人，你出家出去。你那是啥物款态度啊？你甲朋友讲话用出个口气啊？金三，我紧啦，我紧啦，是我唔好，是我了煞有生气，啊无我先来走。稍等，柯三，等我话讲完煞吼，我先甲你找。淑婷，我警告你哦，以后我交啥物款的朋友，我要去地，要回来唔回来，甲你无地带啦，无需要你管。柯三，咱出来。晋三，歹势，为了我害你甲做阿冤家，这边也会使怪你啦。我看得出来，做阿敢若无啥欢迎我。伊唔敢若对你安尼尔啦，伊对每一个人吼，拢袂输敢若冤仇人共款啦。柯三，我唔是捌甲你讲过，无水无效啦，上重要就是心肝，心肝善良较重要啦。好啊啦，阿无冤家是世上的代志，你莫计较遮尔济，莫搁放喺心肝头啊。我看得出来，厝内本性袂歹，你就莫阁甲伊生气啊！好好，莫讲这个啦，行，咱就继续来搏，甲伊扯平一下。你这摆气噗噗去搏敢好？什么嘞？唔好，凡是我敢要冤家吼，我开路王啦，行啦。你想要安怎？你到底想要安怎啦？是啥物想要安怎？你为什么要甲迄个人带入来哈？你是讲拄只迄位先生哦？啊，你甲伊唔是有熟识？谁甲有熟识啊？啊，我迄天就明明看你甲伊在后山在讲话啊。而且吼，伊讲伊是建昌商场的朋友，今仔日是来找建昌讲生意的。啊，我找伊入来，哪有啥物唔对啦？讲生意，讲生意，你敢知伊有偌久无做生意啊？伊哪有可能有商场的朋友啦？伊的朋友拢是牛头马面啊！牛头马面啊！啊，你甲伊唔是同款有熟识？我甲你警告吼，伊若搁来咱家吼，你就甲伊赶出去，无你就免想要住来遮，听到无？哼！哎，奇怪啊，嘿，啊，伊甲迄位先生有熟识，啊，建昌甲迄位先生嘛有熟识，遐毋过吼，哎，这小丁敢若真惊迄个先生的款呢？因三个到底是啥物关系哈？但我想想，遐侪是要创啥啦？因翁仔某的代志，我这个外人根本就无法度通插啊！哎，我还是赶紧传一寡食的吼，通我摕转来，互阮兜迄对翁仔某较实在啦。嘿，母娘。我这也无寒，这两天啊，伊头一摆睏到这入眠。但是我昏去，陈美光嘛不知安怎，
我是不是要回去找伊？要唔过，我若回去，安尼不能化作要安怎？啊，安尼也唔得，安尼也唔得，我到底是要安怎啦？我上边头家，饭菜我提来啊。哦，紧甲恁某饲饲饲咧吼。啊，伊咧困啦，等你精神才好食啦。啊，无你先食啦。啊，我着袂啥枵咧。袂枵嘛着爱食。啊，阿伯桑，我有一项代志吼，想要来麻烦你。是啥物代志？啊，着你着知影吼，伊着马拉利亚，啊，不只代志吼，四界派人咧找伊，啊，我嘛无方便出去，你咧，啊，着说袂晓阮向阳出来吼，我厝吼，啊，佫有一个大汉查囡仔。啊，搁有一个吼，我的查某孙啊，才七八岁尔，啊，即马嘛唔知即马安怎，啊，我咧想讲吼，麻烦你甲我走一撮，转去看麦啊，看因即马安怎。哈，啊，不过恁家住咧隔壁庄咧，遐远恐吓无法度。但你莫伫阮身边，有所唔敢放袂记。哈，啊，不过恁家住咧隔壁庄咧。遐远恐吓无法度。呀，啊无要紧啦，我再家己想办法啦。就是讲吼，我要帮助人就帮助到底啦，无安尼啦，恁家住倒位，你甲我讲啦，我用走的，我紧走啦去一撮啦，吼。哟，安尼就麻烦你啊。啊，我马上打你知无？我知。啊，对吼，我马上打。迄条路一直行，过一个坎坎吼，上路尾啊，迄块高地厝就是啦。迄条路一直行，过一个坎啊，高地厝，出去高地厝。哎，好，好，安尼我准随便下去哦。好，这么好，你来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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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这乌花生，是做人头家莫遐同款，啊，个性嘛同款，心肝遐尼善良。啊，唔好你搞错位。关系不错，挂号吼，啊唔捌甲你参拜过啦，啊我即摆吼诚心诚意甲你参拜，拜托你，你保庇文英会当平安无代志，啊芬儿啊，甲我迄查某孙仔吼美冠啊，会当平平安安，拜托，拜托嘞吼。对，姐啊，阿妈今日手今日无啥好啊。继续啦。我唔甲你讲过啊，拢叫你今日去不卖去啊。一个想你某阿叔啦，啊！讲我某是要创啥啦？继续啦！